男人这四个地方越大，女人就越喜欢，特别是最后一个。说起来呀，有点小激动。女人喜欢男人的标准呢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女人都喜欢，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这四个地方大的男人。第一呢，就是身材高大，给女人一种被保护的感觉，而且身材高大的男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走到哪里他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第二就是度量大，度量大的男人呢能包容女人的小脾气和任性。不会和女人斤斤计较，这样的男人呢，不管在婚姻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，都会很吃香的，人缘也很好，从而呢更容易成功。第三呢，责任大，女人呢都想嫁给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，才能避免以后在生活当中没有后顾之忧。即便是他暂时没钱，但是他呀只要肯努力，也会让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他的责任感呢，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。这第四呢，就是事业心大，每个男人。都会有不同的能力，但是呢，野心大的男人更值得信赖。这样的男人呢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还有梦想，也就是有自己的规划。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女人真的会很幸福。那你是这四个大的地方的男人吗？你的身边有没有真心相爱的女人呢？如果没有，你下载我视频左下角这个陌陌交友，可以语音，可以视频，都是附近的单身美女主动找。找你，孤单了想找个合得来的伴，就来陌陌交友吧。陌陌交友快速匹配附近的单身男女朋友，想找个合得来的对象，就来陌陌交友吧。